今天我带大家来一个很棒的地方，就是希望广场。台湾的栗子好大颗哎，跟我脸差不多哎。从哪里来的？彰化。彰化。对，你弟的水梨。我很喜欢台湾的栗子，碧发过好吃好多，好有水分，然后很甜。这个大概几公斤？1斤10两。哇，好大！因为我们在法国就比较小小的一颗，那可以买一个而已吗？可以。可以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 wasabi。wasabi。对，三葵。哇塞，哎，第一次看到哎，这么做 wasabi。这个是拿来做酱料，可以磨成泥，然后可以生鱼片来吃。你们从哪里来的？阿里山。阿里山。对。什么时候来？早上。早上。对，一大早。哇，好辛苦。在台湾是母亲都在比较高的地方才可以。上面。OK。它生存在比较寒冷的地方，我们吃寿司的时候有很那个瓦萨比很辣，对，那个我们用的在法国是很假的，很绿。对，但其实真正瓦萨比的味道其实带有一点甜味，甜味，真的，甜味跟香味。因为等一下要做一个料理，然后我要加一点点的辣，不要太辣，可是辣辣甜甜的味道，所以就可以加。可以按一下啦，这个很特别。我沙比直接这样不规则，它磨成泥状。不要用太多，好来试试看。有一点辣，但是很好吃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。真的？对啊，这是我们种的米。你们种自己种的米？是有机的虾米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碾米机，我们是可以现碾现卖的米，就、okay. 马上碾可以马上吃得到的米，就是马上可以带回家去。现在是选米机，我们的米会经过筛选，那小颗的我们剔掉，那消费者比较高的米就买大颗的。那我第一次看到，可以试试看吗 ？OK， 是我们现碾现煮的虾米。我等一下要左塞，可以在这里帮我做一些。OK， 没问题。拜拜。好 ，OK， 很棒。Okay. 好。我要买一些水的蔬菜，可以配白饭。OK， 很棒， okay. 而且很好吃的白饭。哦，木谷。Hello， 你们从哪里来的？我南投来的。南投来的。5点多才到。一个多少？50块而已。50块而已啊。有新鲜有便宜，OK， 好，谢谢谢谢。你好，你好，有吗？先生，你们有什么卖什么？油菜，有机油菜，对，非常好吃。哇，那我要买那个茄子，麻吉茄，对，这口感吃起来又软又 Q， 而且不水，那很棒。对，还要几颗？好。我们是有机的，所以它长相比较不好看。你们从哪里来的？可是很多人误会，他们觉得不好看就是不好的，可是最不好看是最新鲜的。对，那秋葵很好吃，吃起来熟熟的哈，对胃比较好。Okay, 那我在里面。好。好的。放里面多少？60。哇，那么便宜。对。谢谢。有机蔬菜那么便宜，真的很棒哎。那我的蔬菜都买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去做菜。那现在我们要做一种法式蔬菜酱烩饭。好，一开始我那个刚刚买的蔬菜，用橄榄油，然后可以放那个大蒜。好，可以放里面。
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，客人是很多台湾的小农，也可以买他们的很新鲜、很健康的蔬菜。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很有趣的东西，哦，一点点罗勒。好，那最后我要放那个秋葵。我们待住大概5分钟就可以拿下来。这是我们今天的蔬菜酱烩饭。我觉得真的好吃，而且有那个蔬菜的口感，因为都很新鲜。然后我刚刚放那个罗勒跟那个瓦萨比，是吧？一起很适合。下次如果你们要买一些这很新鲜、很健康的蔬菜，你可以来这里那个兴旺广场，而且可以跟一些台湾的小农当朋友。谢谢你们。